瑞信集团在最新发布的报告当中表示，将上调今年黄金预期均价至每盎司1270美元，上调幅度为10%，将明年黄金预期均价上调至每盎司1313美元。瑞信预计，受到全球经济改善和利率上涨的影响，到2017年一季度，黄金价格将可能涨至每盎司1350美元的水平。不过，2018年年初将会有所回落。瑞信还预计，在2016年到2018年，黄金矿产量将下降8%。